新年期间讲话好听一点哦。哎呀，我知道啦。哎呦，真的是恭喜发财哟！妈，恭喜发财，祝你今年发大财！乖乖乖。妈，吃到这么大的还不知道吗？今年那是年初一啊，讲话呢一定要好听一点的，讲一些吉利的话。哎，那就对了。哎呦，妈，家里没人，不用摆 pose 吧？啊？讨厌了你。哇，怎么样？新衣嘞？觉得怎么样？不错了，是蛮像那个酒楼的你招待酱啦。你活，年初一呢还要优妈妈一幕，很厉害哦你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啦。这件衣服不便宜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多少钱呢？你自己看那个料，你看那个料。多少钱呢？300块啊。啊，妈，300块钱本来可以看 Michael Jackson 的，你去买衣，妈。哎呀我。对，大年初一你不要再气妈了，你也不要哭了，大年初一哭不好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穿那绿色的衣服已经给人家讲了整整一年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换一个衣服宠一宠自己也不可以咩？哎呀，你红包钱收了，有300块不是可以去买票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不要这样了哦，今年初一高兴一点嘛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老实讲啊，一年里面看你穿3套衣服了哈、青色的啦 ，LB 的，还有这件啦，哎，这就是最美的、最漂亮的。因为你结婚了，我也是穿这一件，真的、哦，当然是真的咯。不过老实讲，你穿这件衣服是蛮好看的，漂亮。对，怎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美又漂亮。对啊，从心里面哦说的。啊，美若天仙呐、啊，漂亮极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很漂亮了。老师再说一句，真的是很漂亮吗？很难看呐、啊！哎呦，一直问，怎么变成难看了嘞？我说你漂亮就漂亮，你不要一直问嘛。我没有信心嘛。你放心啦。什么放心呢？你懂吗？我上一次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，是跟爸爸结婚的时候。哎呀，可是我没有看过嘛，那个时候对不对、今天我第一次看，你真的是哦，全世界最漂亮的妈妈了。好啊你呀、啊！好了，今年哦不只是你衣服新啊，你看难得你还舍得花钱买新的沙发啦。对呀，平时啊省吃省用就是这样子嘛、为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呢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的家能够焕然一新。对，衣服新，沙发新，花也是新的，地毯也是新的，很多都是新的，你都不知道。不只是这些新啊，连老爸的照片都是新的，你看过年过节他还换红色的衣服啊，哎呦，就是了。Happy New Year， 老爸。Happy New Year！ 真的太开心了！哎，不要多讲，不要多讲，来，拿红包啊，拿红包！哎，我包红包，等一下人家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给人家红包。哎，又是跟去年一样啦，包几毛一块的，多什么包几毛一块的？今年有价，进步啦，今年。哎呦，那我们就有脸见人了。一包包2块的。才2块钱呢、2块我已经进步了，去年我收到也有是几毛钱的嘛。哎呦，通通包完了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空的红包封呢、你就包提修、包剩的包提修啊。对、你不要丢脸啊，包提修什么丢脸，怎么包包提修？你看把提修这样折起来、这样折起来、然后呢你看把它打开、哎呦把它放进去、然后这样子你自己摸摸看，很像很多钱呢、我没有骗你的。虽然感觉是很像钱，不过如果那个人在你面前打开这样，哎呦，弟兄伯伯，哎呦，那个脸要放在哪里？所以我说，也是说你做事情就是不用头脑嘛。怎么呢？你把钱呢、把这个弟兄呢放进去里面之后，那你就这样，哎呦。就把它粘起来了哦。通常啊，人家呢都不会拿当场打开，而且呢粘住的话真的很难打开，人家不好意思在你面前打开。回到家打开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了。最重要是不要写名字。不要，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哈、不要包啊，不要包就不要包喽。不要包了，人家也等一下给你红包的话，你不要拿哈、包喽。不要包喽。包了。大年初一你说什么？你最大啦。包啊。好，你们包，我去拿包给你们吃。哎呀，每年都讲啦，不是几毛就是2块啦。哎，弟弟拿那个蛋卷来吃，快点。哎，自己不会去拿。哎，等一下我拿了，你不要跟我抢啊！跟你讲啊，就你拿蛋卷，我也吃。我要吃了。没有。我要吃。不要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这人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你这人。我要吃。没有啊，你这都不会吃啊？
你知道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吃的什么东西你自己拿，你不要叫我、啊、跟你讲。太好了。好了，大年初一你们吵。你哟、哦，他说不拿蛋卷，他拿不要拿。哎呦，拜托一下罗笨啊，你跟弟弟两个人哦，吃东西的时候、啊、吃就吃，你看碰到哎呦我的新的沙发通通都是那个鸡蛋卷了、啊，哇，你功力很好啊，还碰到这张椅子来啊。不要紧的啦，等下我跟你吵不就行了。好了，什么扫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大年初一不能扫地的。哎、嗯啊，你的嘴巴是不是有漏洞啊？你看你都漏到这边，哎呦，满地上都是，哎呦，真的是傻。哎，用水上老爹。哎呦，真的是恭喜发财啊！你碰到我满脸都是了，你好了。吃东西去那边吃嘛你。有时候去那边吃啊。好了，你们啊，哎呦。你看整个沙发，哎呦，满个沙发都是这样子啊，哎、真的是很浪费啊！你看到没有啊，罗贝尔夫人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哟啊，你们自己哦要小心一点，是不是那个沙发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注意啊，不要再骂了，年初一啊！啊，对，年初一不能骂人，嗯、我不要跟你多讲了哈。来，帮我。喂 ，Hello， 哈。三叔公哈、啊，哎呀，细妹啦，原来我是社长，哎，对 ，Happy New Year， 社长，万事如意，对，我这次啊没有空来跟你拜年，家里很多亲戚朋友要来哦，哈、哦，你也没有空啊，那好了哈，好，谢谢，再见哈。嗯，那是都讲了，不要跟他拜年，他要打电话。喂。哎呀，是啊，啊表姨妈啊，对，我是细妹，对啦，哈哈，恭喜发财，对，新年进步，哦，哎，我要跟你讲，我今年哦没有办法去跟你拜年，因为哦很多亲戚朋友来我家啦，那么因为我家哦，你知道我没有开车吗？啊，对，好啦，啊你也没有空啊，啊那好咯，我们就不需要拜来拜去咯，电话上拜就好了哦，好啦，什么你很忙啊？哎呦我一样很忙啊，好，拜拜。妈、啊、我们今年又不用跟表姨妈拜年了。你忘记了我们去年那惨痛的经验了没？那不去的话我们两个又不可以拿红包了。那、啊、你忘记了去年我带你们两个去啊，去到那边呢、啊、他们那边有30个小孩啊，哎呦我们真的是撸鸡。你忘记了没？他们出了什么七仙女啊，还有他们的他女儿的同学啦、啊、他女儿的男同学女同学啦、啊、男朋友女朋友啦，凡是还没有结婚的通通我都要给。哎呦天哪，真的是回来就算了之后呢真的是撸鸡到笑啊，真的。哎我不要讲你，每次过年过节哦你都要省钱。哎要是不省钱的话伤。真的是恭喜发财了，我们怎么会有新的沙发新的衣服啊？哎呦你讲什么都对的啦。哎呦、啊、有人来了。喂、啊、你那个红包给我包好了没有？包好了。包好了、啊、怎么样啊，提出别人在哪里？有一个福字的就是2块钱、啊、有一个金牛的、啊、就是地球北北、啊、我知道了、啊、你啊我整天想要省钱。来了、啊、你恭喜发财。哎乖，我祝福给你，祝你新的一年大吉大利。哎呦你真的是好可爱很乖啊，来给你一个红包哈。Hello 老板，Happy New Year, hello. Happy New Year. 告诉你啊，这是我新年来收到的第5份红包啊。你呢？我快要疯了，我只有1份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不是要疯了，我早就疯了。这么巧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带你出去拿红包。好，妈，我等一下出去拜年哦。等一下啊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是很多人要来我们家，你去外面拜年的话啊，那怎么样去拿红包啊？哎呦，告诉你，你妈妈真傻，你出去拜年也不是一样能拿到红包吗？我爸爸妈妈厉害，每年都派我出去拿红包的。他讲的也对吗？什么对啊？啊！如果人家来你们家拜年的话，那你就没有机会拿红包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家，你放心，没有人敢来的。为什么？对呀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来拜年的，我爸爸就跟他们借钱，听到借钱，他们就跑到没有尾巴。哎呦，真的是恭喜发财哦！恭喜你呀！恭喜！好了，
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什么的哈！过年嘛 ，Happy 嘛。没事做的话呢，哈，跟我装这个八宝盒啊，把这些糖果都放在八宝盒里面，快快快！对啦，过年又叫我做事。什么不要不要不要？你可以叫弟弟做吗？哎，妈妈妈，我在谈天呢，谈天。啊，你没看到弟弟呢在招待他的朋友吗？你没事做吗？每次都是我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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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往少说。过年了，不要跟你吵啊。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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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喂喂喂喂喂！怎么？那你整包倒下去的话，我自己也会做啊。反正等一下就要吃完了嘛。我就是要你把这些糖果呢，分在一格一格里面的，一点点一点点，要不然人家来一下子就吃光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不会替妈想。大的就不会剩，小的就一直剩剩。哎，谁来我们家拜年？谁来我们家拜年？谁来我们家拜年？Happy New Year！Happy New Year！哎，你老你的衣服这样酷啊！哇，还这样多红包，这样多口袋、啊。哎，今天是年初一吗？嗯、我跑台啊，赚很多红包啊！你看，哇，你就好了你。今天我跑到你家来啊，进来坐了。哎，阿兰平来喽！哎，阿弟，阿兵哥，你怎么搞的？过年过节穿的乌漆嘛黑的，黑漉漉的，像什么呀？哎呦，阿弟啊，你的头脑啊，不要这样老古董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什么老古董啊？过年过节穿个这样子啊？是啊，以前是流行红的吗？现在是流行黑的是吗？对啊，谁告诉你现在也是流行红的？是啊，红到最高点变成黑的吗？讲什么啊？我不要跟你多讲了。阿弟，嗯，进来别坐啦。妈妈没有给红包。等一下嘛，你都没有这样快走，你变紧张做么？哎呀，他是这样的啦，等一下自然会给你的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？哎呦，怎么会他？我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好了没有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你叫你妈妈开门了。妈，妈，妈，你看谁来了？你看。阿弟。阿弟开门嘞。朱英台呀。好，你过来过来过来啊！好了没有？我都问他好了没有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要小心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，小心啊你！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小心啊！阿弟，阿弟，这个红包送给你的，谢谢你啊！还有这个哦，新年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好了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真的是。阿弟，嗯，恭喜发财！哎呦，好不好看？真的好看啊，这个衣服很特别啊！阿弟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 latest design 嘞，我叫人家伙帮我 design 哦，然后帮我车的。这个叫什么？红包砖，真的很像红包哎。你看啊，你过年过节啊，穿得红红的，这才对嘛！不像有些人啊，穿得那乌漆嘛黑的，黑噜噜的，竟敢拿人家的家拜年啊，真的是不知。哎，阿弟，你讲我？没有了，我怎么敢？过年过节，真的是啊，不知礼节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对对对，你真的没事了啊？哎呀，阿弟。真的没有事了啦！上次哈，谢谢你送我去医院呢。那哈那边的医生哈又很关心我，又很照顾我。那两个礼拜之后检查了，发现我没有事，就把我放了啦。哎呦，那些医生啊，真的是医术高明啊！放了我之后，他们就自己进去了。好好。跟你开玩笑的啦，安迪。新年吗？新年不要开这种玩笑啦。开心吗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哦，看到你好好的，我就真的很开心。那这个红包呢，祝你呢新年进步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还祝你找到如意郎君。老公，怎么？安迪啊，安迪，嗯，安迪啊，恭喜发财！你讲，你不是恭喜过了吗？哎，老板哦，这些花嘞，我这过年的。安迪，安迪，安迪。阿弟、啊、恭喜发财，发财呀、啊！发财就发财了哈、啊！这个花很讨厌啊，勾到我的头发里。哎呀，阿弟阿弟啊，恭喜发财呀、啊！你看到吗？发财发了，发了，发了。安迪，安迪，我跟你讲哦，恭喜发财呀！发财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红包一个来呢。红包？哎，
你不是这边有红包，这边有红包，这边有红包了吗？哎呀，安迪，这个是我靠本事的吗？那我还是要给红包的呗。哎呀，你给多一个到哪里去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我还没有结婚吗？你给我一个红包喽。这样子开个头红包啊，有这个是不要脸的。安迪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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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老板，怎么？刚才你说那个什么牛的是有放那个。哎呦妈，你不要给他这种红包啦！啊，罗本，哎呦，我追你妈追到这样辛苦哦，你竟然叫你妈不要给我红包！你，哎呀呀，你要你就拿，你要你就拿啦！告诉你哦，我给你这个红包，你不要一直在后面跟着我。好啦，你穿黑黑的在后面跟着我，我很怕的嘞。不会啦，有点红吗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好了。来啊，阿弟啊，你包地书给我。哇，拼啊，我们的是2块钱。就是了，我的也是2块钱。阿弟，你偏心啊！哎呦，真的是恭喜发财哦！哎，来，这么犟呢？吃东西，吃东西，今天吃的哦。哎呦妈，有人按，哎呦，有人按门铃了，去开门。你不要烦了你，哎呀！我是讨厌的，是啦，这个你的米房你不要给我吃。哎呀，西米，恭喜恭喜，我是过来给你拜年的。叔叔啊，恭喜恭喜，你衣服也换了。哎呀是，哎呀，你看这个白灯啊，我早知道我做一件跟你一样的喽。哎，你们记得怎么跟你讲吗？啊，快点跟你讲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来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们真的是，哎，不客气的，小孩子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啊，不过哈，我看了，真的新年哈，一定要包两个红包，意思意思啊，你也好，他们也好嘛，意思意思。是啊是啊，我会做人的啦，来给你一个，来快点谢谢啦，哎呀，谢谢哈，老板老板啦，拜年啦，快点，恭喜叔叔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拜。来，小弟弟啊，给宝宝坐哈。乖乖乖。恭喜发财！